收看。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全国的投资者大家好，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严明严老师哈。那当然今天是礼拜五啊，那这个礼拜的行情啊其实你可以发现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的话，就是说这个大盘啊，三天的一个震荡啊，总共啊上下震荡340点。那投资人在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啊是不好操作的，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那下个礼拜以后啊，连续三天修正嘛，包含今天都下跌嘛，那下个礼拜会不会啊就开始反转了哈？那严老师告诉你啊，我认为应该有机会啊，但是啊，它是属于一个个股表现啊，因为量能的一个部位啊，目前为止啊大概都是维持2000亿啊，这个量啊没办法积极的啊有效的一个攻击，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仍然是属于一个区间了哈。你看老师这个节目也好，我相信如果说你是有始有终的从前面就开始关注一直到今天为止，严老师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我相信的话都是完全可以验证的哈。好，那当然今天的一个盘势里面的话要注意什么，早上一开盘啊，这个9:05啊下跌了90点啊，这个地方进行所谓的停损量哈，所以说盘后的话你要去注意到融资好有没有持续的减少哈。那如果说以时间而言的话，5月9号啊一天，5月11号一天啊，这两天融资一共减少了34亿啊，算是一个比较多了哈。那如果说今天盘后的资料告诉大家说，这个融资开始又减少了，那有些股票啊它弹升的速度啊会非常非常的快啊。那老师跟大家验证了，对不对？好，这边没有多跟空啊。这个叫区间上下叫区间，区间比较大，区间比较大这个不是叫做什么空方走势不是有些人一看到这个大盘跌了就说大获全胜还是说他就跟你讲说这个未来会跌很惨未来是多久？1年2年是不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叫你去空嘛睡公园的都是空在这个地方等到嘎上去了，人家都赚钱了，老师这边操作对不对？10档20档通通赚钱对不对？那你现在说这边还要在空，你从这边上来就输光了，你老师不是在亏银行的啦，不可能的事情啦，对不对？你看你老师的简讯嘛，涨上去就叫你空，被嘎了也叫你空无时无刻的都是叫你空，那你经过了1个月2个月3个月从我们切上去3个月1、2、3早就输得光光的啦，不要骗我啦分析师真的啦这3个月都做空赚得到钱我不相信，我真的我不相信，你拿证据给我看嘛，那我是做多的对不对？我当然有拿证据给你看嘛那今天有一通非常重要的简讯我先恭喜严老师的单股会员那单股会员是我们会员等级里面人最多人气最旺，他希望单股操作一档做完再一档very good 非常好，观念非常正确，但是老师的指令麻烦你要纪律我就叫你买你又加减买不要说都不爱买还是说等这股票落来下来你再去买，有时候往往来不及啦因为我们会员人数真的很多啦那今天这样股票亮灯涨停板那又怎么样嘛，有人说他拉的速度很快，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今天的热的5月12号礼拜五，今天还不到12点，还不到12点，单股会员的就记得踢停上涨7.5块亮灯涨停板，对不对礼拜五祝大家周末愉快，要卖会通知，谢谢合作。有人没有买到原因是什么？他扛不累说起太快了啦，涨得快不是严老师可以控制的，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是投资人决定的
好，如果说投资人认同这档股票嘛，对不对？认同嘛，大户中实户也认同嘛，那这个股票创新高，来到亮灯涨停板，老师恭喜你，啊，都啊后年啦，都啊后年啦，啊、哦，这个没有什么违和感呐、啊，好不好？单股会员的啊、哦，那真的你相信严老师的，那老师也回报给大家，好不好？我会尽我的能力啊、哦，哦，在这个我们的运通财经台里面，那尽量的帮大家哈、哦、多做一些标股，好、哦，那当然这个礼拜天是母亲节，对不对？好，那严老师先祝这个全天下的母亲，好，这个母亲节快乐，啊，这个父亲也是一样，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日，好，让我们去感恩，啊，生下我们的父母亲，好不好？好，那当然这个一年一次嘛，啊，这个一定有礼物，对不对？啊，那我也不知道投资人你要什么样的礼物啊，啊，你要标股的，好，标股有了哈，那可能你要跟我们联络一下了啊，但是严老师今天诚意满满。好不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好不好？好，老师著作里面最有名的、啊、叫《开盘八法》，啊，先写一本叫做《开盘八法》啊、哦，所有大盘从早上9:05到9:15三盘定多空，啊、哦，盘是怎么走？啊、哦，这个书啊很厚很厚啊，很厚啊，来，这个不是薄薄的、啊，很厚很厚啊，这里面你应该都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也没有人告诉你。大盘怎么看？老师直接把这本著作，请你带回家啊！先拿一本，再拿一本。老师这个叫做神奇阴阳 K 线 K 线战法，你的 K 线战法跟一般的老师，啊，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绝对不一样。第一个我不会去抄袭人家的，第二个我不会去 copy 人家的。这个里面每一个字啊，都是严老师啊校正过的，啊，精心的，啊。非常好的一本书，开盘八法加多空阴阳线，啊，那当然这个母亲节嘛，啊，加码是不是？好，加码。这本书很厚哦，我先讲哈，我那个写书没有写那个薄薄的，好不好？啊，来，号称呐啊，号称史上最实用的，你回去用一下，你就会发现是不是最实用的，史上最实用的技术线的一个工具书哈。学不好当冲的，来你就看这本。打好基础的话，就看这边，啊，赚钱就跟着你跑，一本、两本、三本，啊，老师诚意够不够大？够大啊，都看到了哈、啊，拿得到拿不到我不知道哈、啊，那你有跟我们联络的好不好？把那个手续办好的哈、啊，那这三本著作，啊，老师还在加码，对，那个线上的课程呢、啊，我们放在云端的哈、啊，那可以让大家重复的去看。啊，可能是三个月，可能是半年，好不好？你跟我们助理讲一下，你要看三个月也可以，你要看半年也可以。啊，学习它是一种动力。当你在学习这个股票里面的知识啊，你对于这个台股啊未来的啊就会越发的明白啊。也就是说，好、啊，不要说赚钱啊，至少你不会赔钱啊，赔钱几率降得很低啦。啊，希望大家哈、啊，这个哈、啊、云端的课程啊。啊，既然是老师送给你的哈，你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看，对不对？那今年的母亲节，对不对？老师诚意很够嘛，好，也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一个支持啦，好不好？好，那老师讲大盘，对不对？来，我没有跟你讲每天都多啊，每天都空啊，不会啊，我就直接跟你讲区间呐、啊，现在在走第一阶嘛，啊，现在是三天下跌嘛，还是在这边嘛，啊，那你要上去要有条件嘛，第一个融资减少。第二个补量上攻，好，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两个条件，一个叫做什么补量上攻，一个叫做融资大减，对不对？好，那他会去测这个之前的一个，啊，一个跳空缺口，啊，你就先看这一阶，我没有跟你讲说一定会到第二阶啊，你先看第一阶，第一阶怎么处理，啊，我们再跟大家讲第二阶，所以说这个叫做台股的一个推背图啊。我这样子讲的没有错嘛，哈、哦？那你说今天老师这个大盘下跌呢？下跌一样可以找到好的股票，一样有亮灯涨停板的，一样啊会有创新高的，老师一样会在节目里面祝大家周末愉快。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哈、哦，麻烦大家了哈、哦。如果说你连大盘都看不懂，每天都是用恐吓的，啊，这个明天可能会下来。啊、哦，不行的话就用下一招，下个礼拜可能会下来，
啊，如果再不行，对不对？我跟你讲，总有一天它会下来。哦，老招，烂透了，搞一些新的梗啊，好不好？你就告诉大家你看多还是看空的理由就可以了嘛，是不是？我是不是把我的理由告诉你？是不是有吧？有哈，来，我跟你讲什么？这边融资没有减少，没有补量上攻的话，这个大盘会去回撤这个缺口，啊，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会每天跟你解 K 棒啦、均线啦、RSI 啦、MACD 啦，我觉得那个浪费时间呐，啊，重要是说，老师的给你的股票有没有办法让你赚得到钱，这个我很 care 啊。来，齐邦，来，为什么今天它还在涨？为什么今天它还在涨停板？第一个潜伏底，第二个股价够低啊，啊，股价低哦，它操作性比较方便。第三个筹码面比较安定，所以说你看老师介绍这档股票的时候，你要赚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股票有买有卖，我先讲有买有卖哈，啊，今天礼拜五啊，亮灯涨停板啊，亮灯涨停板代表什么？代表幸福。你今天已经幸福了，好不好？幸福了哈，还会不会涨？好，我们就看一下未来。好，对不对？那老师有没有新的啊？有啦，看这边啊，5月8号这张股票开盘价78块钱啊。很多人跟你讲充电桩的商机，对不对？很多人告诉你啊，很多档股票嘛。我认为这一支是最有机会的啊！为什么？啊，为什么？他刚刚公布营收啊，啊，4月份啊，成长多少？百分之多少？300，300啊，300%哦！啊，去跟去年同期来比哦，4月份的业绩大爆发哦，第二季还有订单哦，可能订单会延续到明年哦。爆发性很强，你现在去看它的财报，对不对？啊，弱弱的，还没有反应呐、啊。你先看营收啦，先看毛利率啦，先看订单呐，啊，有没有反应成功？大盘虽然很弱哦，这档股票有没有反应成功？有哦，你今天还有机会上车哦，今天还开在盘下哦，啊，75.1块啊，一样拉涨停哦。好，这档股票我先讲一下哈、哦，会员有没有做？有做。绝对绝对有做，哪一级会员做的？单股会员做的，好不好？啊，保密。最近啊、哦，发现很多人在抄袭啊。抄袭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啊，代表自己没本事啊。啊，电视啊到处看，啊，看到这个分析师对不对？哎，这次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哎，哎，那我来抄一下，千万不要哈、哦。金管会的一个规定哈、哦，本节目仅供参考。谢谢大家的参考，谢谢大家这个收看啊、严老师稳操胜券的节目，但是不是叫你用 copy 的啦，拜托你好不好？你不要抠我的股票啊，万一我跑掉了，你没有跑，那算你倒霉哦。我先讲哦，你不要说老师啊，啊你跑了要告诉我，我去哪边告诉你啊？那节目就不用做了，对不对？啊，该进场我会进场，啊。亮灯涨停板一定有简讯，简讯会告诉你怎么做。这样子会很困难吗？这样子会很困难吗？不会吧？是不是？你们一直都认为说基本面很重要，对不对？技术面很重要，对不对？时间转折才重要。你了解基本面是基本功，你懂得技术分析，你知道买点。好，这两个啊、哦，可能是有50分呐、啊。你真的厉害的人是时间转折啊。李文斯顿啊，有一次啊，看对行情啊，啊，买对股票哦，时间转折没抓到，一夕之间啊，钱啊全部输光，啊，上百万美金啊，在那个年代啊，哦、啊，算是很大一笔数字啊，全部输光了，输光以后他就检讨嘛，检讨到这两个字，明明是多头，为什么啊还没有发动他去买股票？结果呢？结果被洗出去了。好，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啊，明明你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个股票，对不对？
啊，比如说亚航了哈，它是属于一个多头的，哎，啊，你就太早买了，对，买在这边，嗯，啊，掉下来了，那就洗掉了嘛，等洗完之后，它又涨上去了。在股票里面的水很深，啊，我这边再讲的话也没有用，因为每一种状况的话，对于每一种盘势啊，它都会相互对应啊，唯有一个能够通彻台股，啊，包含趋势，包含个股。包含这个中间的一个脉动的一个分析师啊，哦，才能够帮得到大家，好不好？你不要跟我讲啊，那个最近出道的那个两年三年的，啊，长得很漂亮的啊，男孩子帅，女孩子对不对？啊，这个粉啊涂一涂很漂亮的，就上来讲，那没有用啊，没有用啊！真的遇到这些股票的话，跟你讲一点抗压性都没有啊！啊，你有没有赚钱啊？我问你啊，有没有赚？有啊，啊，有赚钱就好。好不好？那当然，这个股票市场面操作，这个经验很重要哈、哦。这个有时候，这个个人的修身养性也很重要啊、哦。好像跟这个啊、哦，这个什么，对不对 ？model 啊、哦，不太一样。股票市场面不是完全是科学的哈、哦。你对于股票里面操作哈、哦、啊、哦，有所谓震荡整理嘛，有所谓洗盘嘛，你本身要有相对的一个抗压性啊、哦。像这个资通。哎，你从头报到尾你就赢了，你不要哈、哦、每天想说涨停板卖涨停板卖，你从头报到尾嘛，好不好？买下去不涨没有关系嘛，别惊啦，我在啦，对不对？啊，昌河昨天打到跌停板的，今天又涨上去了，啊，老师，昌河未来会涨吗？我不知道啊，你慢慢看好不好？你慢慢看啦，好不好？好，母亲节哈、哦，我先讲，一年就一次哈、哦。这三本书，啊，一二三，开盘八法多空阴阳线，包含着史上最好的工具书，哈、哦，你都看到了哈、哦，看到你来拿，你不来拿，啊、哦，那就自动放弃了，好不好？啊、哦，这样子可以的哈、哦，来，先恭喜齐邦了哈、哦，有做到的人，啊、哦，记得要卖哈、哦，这档新的股票充电桩的商机，一根涨停板，两根涨停板哈、哦，你要卖随时可以卖。这档股票不会公开，因为营收大爆发，营收大爆发，第二季还有转机，你就慢慢的看哈。单股会员来，严老师恭喜你好不好？亮灯涨停板，快乐度周末要卖，老师会通知好不好？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三本著作加上云端的课程，一次把它拿到手哈。今天庆祝母亲节哈，这个你应该没有看过哦。庆祝母亲节一年就一次，从今天开始，一直到。节目结束这三天全部一折，好，一折是什么概念？本来要100块，现在只要10块了。好，会员等级全部不 VIP， 我先讲，就一次机会，你电话打进来就有，电话打没有打就是没有哈、哦。过了母亲节就没有。好，严老师今天今年啊，20年来最大的诚意就在今天。好，全部一折，好好把握，打电话。进广告。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那当然有人会问严老师，老师，那航运类股怎么办？好，航运类股怎么办？就来你自己看嘛，你自己看，你说该怎么办？啊啊，这是底部吗？啊，底部还有更底部啊！啊，未来怎么样？还有更底部啊！我认为啦，万海啊，对，反弹赶快卖一卖啊！2609还是哪一只啊？阳明啊，小心呐！啊，小心呐、啊！啊，哎，长荣，哎，业绩很好嘛，啊，赚了很多钱嘛，啊，股价嘞，你们老师跟你讲的话你也相信，啊，他是去看报纸的，啊，报纸说这个业绩很好，他就直接 copy 过来跟你讲，业绩很好，是很好啊，那为什么股价跌成这样子？股票市场里面哦，你们老师看报纸啊？你不要跟他一样啊，每天拿报纸给你看、啊，知不知道？你要看报纸，一份报纸20块钱，赶快自己去买一下，知不知道？严老师送给你的资料就不一样了，有没有参考价值？4月7号送给你的，4月7号送给你的，你自己对一下时间好不好？你自己对一下时间好不好？这个不用钱啊，不用钱啊，你相信我，你打电话来一定拿得到。扫描 QR Code 的 Telegram 里面都看得到，所以说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对不对？想赚钱啊，就要让严一鸣严老师啊找得到你，啊，大家都叫严老师严老师啊，我叫严一鸣严老师啦，好不好？今天呢、啊，这大姓以外，这个名字也让你，啊，让你知道哦，啊，这个找对人做对股票，这个对不对？啊，你未来要做的是这个啦，啊，老师叫你买你就买，执行力。啊，不行，我们就停损嘛，啊，执行力加纪律，希望大家能够大获全胜，啊，就像那个双美一样，是不是？你该卖就要卖啊，不要打跌停，是不是？啊，你舍不得卖，是不是？成田也是一样啊，啊，低买高要卖啊，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做？看这边啊，啊，游戏类股，你说这个忘记到了。会不会涨？我不知道啊，你慢慢看啊，你不是说等股价涨上去以后你才在那边追啊，是不是？这个能不能做？能不能做个价差？啊？能不能做个波段？啊？你自己要看一下，好不好？有些股票短线上面可能会震荡哦，但长线的话还是看多了哈、哦。比如说这个泰硕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两次拉回你不买。啊，股价就直接就上去，对不对？啊，这个玉新科你就认为说好像没有人在做，结果对不对？啊、哦，创新高你也是要卖一下，啊、哦，这个玉阳的，啊，瑞阳是不是涨最多？啊、哦，大家还在怀念它。我跟你讲，过去了就过去了、啊，你真的不要去想太多了，好不好？那当然，五月份的操作，你如果有办法，你就自己做。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投资人是没有办法的，好，那我也表示说，你不见得要来找我，但是你心里面你要想，你要赚钱，你要赚钱，啊，来到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就是唯一的王道，啊，买对的股票，赚得到钱，找对的人，啊，也赚得到钱，你回去好好想一下，好不好？来，下礼拜操作，锁定主流，主流里面的爆喷股。这个算不算爆喷股？算嘛，哈，对，这个算不算？
这新的哦，充电桩的哦，来，有没有？有哈，包含今天恭喜的好不好？恭喜我们的单股会员，这支单股锁单上涨7.5元，啊，亮灯涨停板啊！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一档股票你要不要参与？老师一样会祝你哈周末愉快，好不好？今天是母亲节，三本著作《开盘八法》《多空阴阳线》史上最实用的工具书，包含线上、云端的一个课程，好，直接把它带回家哈。来，今天的话要翻转你的人生，哎，就今天，啊，庆祝母亲节，一年就一次，严老师啊，十年一次啊，最全部都一折啦，看得到的打电话进来全部一折啊，会员等级 VIP 啊，老师亲带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电话赶快拨，我们明天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站住！口令，谁？僵尸。去哪里？去市场。做什么？吃鸭血。冲！哈，找道长。冲！不然是什么？你说。你看牙医。错，炒大肠。僵尸。炒大肠。你饿了吗？精力充沛，啊，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马在上铺。各位，宝利达蛮牛，文明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算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